竟然以手机拍照的方式，那传给大哥公司，定期两次，那收回10万元左右。指控前市长林佑昌放任底下公务员定期收贿10万，全因曾取得东岸停车场经营权的大日公司行贿市府官员案侦查终结，被起诉的贺姓记者与交通处的陈南都与林佑昌市府有关。哇塞，连逃漏税的公司都要这么贴心的叫做小英有限公司，如果真的是表忠诚的话呢，那这真的是表忠界的最低级的做法。除了另立小英公司令人匪夷所思，检方认定在2015年东岸商场招商后，大日开发的苏姓负责人在2018到2022年之间，向交通处的诚信人员就东岸广场与信二停车场两件标案行贿高达195万，另一名贺姓记者则因涉嫌泄密双双遭起诉。该弊案为前市府林佑昌时代发生，也是前朝官员遭到起诉，涉案人员都已进行相关的惩戒，划清责任归属，要林佑昌出来讲清楚。但前朝幕僚则反咬涉案人员曾是蓝营心腹记证，也就是贺昌波。那他们两位都是张通荣市长非常信任的这个幕僚，受贿的公务员哦，他不是政务官呢。他们说他是前朝的心腹，但他只是个公务员。大日案遭起诉一事哦，终于是还给林佑昌清白，也请谢国梁以及国民党应该要向林佑昌道歉。在担任市长的时期发生这样的弊案，发生这样的丑闻，结果让别人去道歉，丢脸。所以这一场罢免行动是在护航大日吗？如果谢市府遵从依法行政，那为何2月1号可以在没有法院强制执行命令的状况下直接破门？强调起诉案件跟罢免理由没关系，只是借由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程序，以让真相越辩越明。 TVBS 的董俊惠基隆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